啊，连口罩都要警察抓，对，这应该自己要做好嘛。那八大还在开，还要偷偷的开，对不对哈？我觉得这都是加重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负担呐、啊。好，那其实刚刚哈，其实大家一直在问，就是说，哦，我们在检查的同仁哈，有相关的确诊，那也让我突然也很有感觉了哈。然后每一次从这疫情开始哈，说哎，胃里有问题没有啊？我们就要赶快请警政协巡。那刚才讲到失联的人啊，那也是警政协巡。八大行业啊，让这样的东西哈能够稳住，也是警察。口罩也是警察在抓，啊，不戴口罩也要警察抓。然后警察就这样子在里面，风险非常的高啊，连口罩都要警察抓，对，这应该自己要做好嘛。那八大还在开，还要偷偷的开，对不对哈？我觉得这都是加重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负担啊。那尤其现在警察同仁又染疫，那这些没有好好做事情的，应该要检讨。好，谢谢。